哎呦，怎么办啊？到底要住哪里？我来到大岳大学之后要住哪里呀、啊？哦，哎，崇宇啊，你怎么了呢？我跟你说啦，你看看，像我们这样子离乡背景，第一次到外地读书的同学有这么的多，那我们进入到大岳大学之后，我们要住哪里啊？崇宇啊，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啦。大岳大学非常的贴心哦，在新生入学时啊，提供新生宿舍有世肯学社、夜勤学社、乐群学社，总共呢有2000床位哦，你不用害怕没有床位啦。阿布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大岳大学家啊，因的宿舍有够舒适啦，就跟咱岛同款，有够大心的呢。世肯宿舍也是女生宿舍，主要房型以4人房为主，床型为上下铺，生活设备齐全，生活机能好。出入宿舍需以学生证刷卡进出。结合世肯书院会不定期举办活动，落实住学合一，让住宿生活多彩多姿。夜勤学社有2人房与4人房。门口前设有餐厅，步行约3分钟可到学校 7 公车站牌，便利性极佳。宿舍内有自学中心、投影设备、教育厅，有完善的门禁系统与监视系统，并配合校园实施全面禁烟，让学生有安全与健康的生活环境。每月定期举办活动，落实住学合一，让住宿生活多彩多姿，进而提升学生自我成长。乐群学社是学校斥资2亿最新新建一栋现代化的套房式宿舍大楼，房型有4人、2人、1人等。宿舍大楼内规划有停车场，规格完全比照高级饭店水准，媲美饭店的顶级卫浴设施。另外还全面打造宿舍上网设备。